超可爱的，这是葡萄凤梨，这是什么凤梨罐头？这超可爱的，三千的，可以买果子。这是什么？超可爱的，这是果子。太小罐了吧，这超可爱，一口就没了。这只超可爱的，有的吗？那你们没有要买什么方面？有啊，我就是饭团。